年过半百的赵雅芝如何创造了不老的神话呢？现在的她，二十年前的她，越长越漂亮了。越长越漂亮了是吗？既然有人是不老神话，其实是说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如何保持肌肤永远年轻？基本上你喝三天皮肤就改善了。真的？敬请收看深圳卫视天天养生，国际营养专家林海峰老师教您人人都做白娘子，好好生活，天天养生。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深圳卫视为您送出的生活服务类栏目天天养生，我是天娜。我是主持人任任。哎，天娜，今儿怎么把你的这个写真照片带过来了呀？这一看像吗？啊，有人像啊！哎，你看，哎，叔叔阿姨跟我的眼力都差不多。谢谢你们表扬我。你们俩站一起就像是姐妹，是吗？对。但是我们得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看得出来她是谁吗？有人知道吗？举个手，我看一下。好，来，我们问一下。赵雅芝，赵雅芝，年近60的人了。啊，是吗？对。啊，那看得出来吗？啊，我们还记得这个，在小时候看过一部她演的片子哈。是。啊，我们是不是看一看那个时候她长什么样？这就是赵雅芝在大概20年前左右拍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看过没有？但是大家对比一下现在的她，20年前的她，我们问大家有什么一样的？越长越漂亮了。越长越漂亮了是吗？这看了美女就不一样了。我们请这个叔叔阿姨来讲讲，客观点的。皮肤好。你觉得她皮肤更好了是吗？皮肤一直都保养得那么好。哇，真的！你说到重点，我想请问一下现场的阿姨们。你们希望像他这样20年不变吗？希望哈、啊。我觉得这个追求美和年轻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该怎么做是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这个教给大家如何保持青春和年轻的这个主讲嘉宾。我们接下来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天主讲嘉宾林海峰老师。你好，欢迎林老师。林海峰，国际营养食疗大师，擅长合理饮食健康指导，倡导整体自然医学，被誉为自然之子。林老师啊，其实你看啊，刚才咱们观众啊在说这个20年前和20年后的这个赵雅芝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嗯，一下就说出来皮肤。怎么样让女人20年都皮肤不变呢？您有秘诀吗？我自己培养的很多学生，他们至少10来年都没有变，这已经很厉害了。老师，听到之后，而且比他们十年前还要年轻，这更漂亮，对不对？是的，是的。我们现场的阿姨们也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对，你看哈，自然界里面大部分的生物哈，你都看不出谁老了。嗯。两只老虎出来，你看不出谁老了；两只马出来，你也很难看出谁老了。有毛。哎，那因为呢？自然界里面大部分的生物呢，它的生活方式基本都一致，可是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习惯相差却非常大。这种差距就使得有的人看过去年轻，看过去很有活力，有的人看过去衰老了，没有状态了。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一直被人欣赏，他一直都能够被人夸奖，我想他也会老得比较慢一点。所以什么？快点夸我！快点夸我！刚才已经夸了，这个赵雅芝就长得像你姐姐嘛。对，这个其实啊，刚才林老师说到点儿了，这个就是要保持成就感。这个不仅是明星要有，其实明星他在演每一部戏的时候，找到很多的感觉，有时候哭，有时候笑，处于在很激情的状态之下，一个有激情的人是很难衰老的。哦，我明白了。林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内在的调整，精神好啊，这是一部分，就显得年轻了。这是一部分，至少有4样东西是成为一个系统来保护你的机体的状态的啊。好，老师刚刚讲的是情绪，就是你的一个是情绪，内在激情，对不对？对。然后第二个，我想像他一样白，不长皱纹。其实你的血液当中如果没有什么杂质，你的皮肤是很光泽的，那都是白的，光泽是摆在第一位。光泽，对，就是不是擦的油哈，可是很光泽，亮亮的，哎，亮亮的，而且这个光泽是匀称的啊，不是东亮一点西暗一点，很匀称。第二个当然就是它的皮肤的弹性啊。这个不会下坠啊，不会这个皱纹啊，很多的皱纹啊。再来就是他的神态。我觉得其实决定一个人是否年轻的，不只是皮的问题啊。嗯。的确是他的这个能量状态的问题。嗯。如果他的神态带有一种很饱满的这种体
体能状态，嗯，那么它就会跟它的这个皮肤是形成一致的表达。但是说句实在话，说到这个皮肤的年轻或者是白啊、滑啊、嫩啊、光泽啊，我们女人最容易做的就有很多的补救方法，比如说我现在调查一下我们现场的阿姨们，如果你们想要皮肤滑、光泽度高、白，你们会做什么事情？做面膜，就是保湿，就有时候就洗面奶吧，每天都有坚持一下。但是我们年轻人一般都是比较晚睡觉的，尤其像我的话，毛孔比较多啊，也有一些痘痘这些，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老师，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啊，把这些毛孔把它隐形起来。可是如果你这个皮肤本身质量有问题，你不可能靠护理把它护到质量很好。举个例子，你买的个皮鞋质量有问题，结果你用很好的皮鞋油去护理，你不可能因此把那个皮鞋的皮质变得更好。哎，老师，你这样讲起来，电视机前会有很多天生皮肤不好的人好放弃哦，你知道吗？没有人天生皮肤不好啊，谁都是天生的，没有人自己冒出来的。天生的皮肤都是很好的，哪一个小孩皮肤原来不好的？啊！哎，仔细想还是真是没有。但是为什么后来就变得不好？后来乱养啊，乱养，乱吃乱长啊。你在农村要找到一个皮肤好的其实不容易。大部分在农村的人都有一个习惯，第一个就是早上稀饭，中午干饭，晚上干饭，或者稀饭，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不仅仅是农村的，这个好多人都这么吃。所以我说，很多人到城市过的还是农村生活呀。哎，老师，这是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哪里有错呢？这样的食物很不均衡和完整呀。你想想，你的身体至少需要七大营养，构成你的皮肤的关键营养不是米饭里面的糖和淀粉呐、构成皮肤的关键营养是蛋白质，蛋白质和脂类构成皮肤的关键组织。如果你单讲皮肤的抗衰老，我们不谈其他的肌肉啊、器官啊、血管啊、骨骼啊、内分泌系统啊，我们如果只讲皮肤，那你当然首先要讲皮肤的质量。皮肤的质量来自于蛋白质和脂肪，脂肪形成保护膜，蛋白质形成里面的结构，没有这两层，这皮就不可能有好的质量。没有好的质量，你就不用护理了，怎么护也好不到哪去的。所以像什么蛋白质和脂肪就要多一点才好吗？蛋白质和脂肪是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核心材料。OK， 那你说我们也有吃鱼啊，也有吃豆啊，也有吃奶啊，不过呢这些都是说着的，吃的时候呢首先你必须每天都吃足够的量。大多数人就拿这个农民来讲，他们早上可能是稀饭配油条，配馒头，配包子，配面条，对不对？哎，这个营养学叫做淀粉配淀粉，再配点淀粉，然后再配点淀粉，最后再配点淀粉。就仔细想来，就整个淀粉大餐。对，你看广东人吃的这个早茶、午茶和晚茶，其实那个笼子里面一打开，就是不同长相的淀粉而已，几乎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蛋白质来源。中国人现在呢，因为被营养上面的宣传呢搞怕了，变成该吃的很多东西都不吃了，比如说鸡蛋他不敢多吃了啊，肉类他也不敢多吃了。我们所宣传的鱼肉豆蛋奶所宣传的蛋白质来源，你究竟摄取了多少？好心虚哦。真的仔细盘点一下，真的是没有。按您这么说，我们一直都长时间营养不良的人。其实现代人长期处于一种可以说慢性的持续的饥饿状态，表面上看生活富裕起来，人人大鱼大肉，可以吃很多东西，但是在餐桌上实际上因为你的肚子早上没吃，中午没吃，你的消化能力已经很弱了，就算整桌的大鱼大肉其实你吃不下去的。所以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能够一个人自己吃一碗红烧肉吧。所以你怎么大肉？这到处的宣传都说中国人吃大鱼大肉，现在生活好了，日子过好了，吃了很多的好东西，所以慢性疾病蔓延啦、然后什么皮肤问题啦，这些宣传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观察事实。那有些人说了，我就是生活节奏快，我就是没有时间去吃。然后现在有一种叫膳食补充剂，我每天服一点维生素的这个药丸，服一点蛋白粉，
然后哎，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可以是可以。你说你像我自己也有补充蛋白质粉啊、维生素、矿物质的习惯。嗯。但是补充的意思是在食物结构完整的基础之上额外补充，这个叫锦上添花。可是如果锦都没有，你就没有地方添花了。嗯。食物本身是个基础。那蛋白质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其实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但是呢，对于中国人来讲，你是不需要担心过多的，因为呢，你的食量有限，你的肚子就这么大，你的消化水平就这么大，所以当你吃到过多的时候，用不着医生来限制你，你的身体的食欲会自动限制你。比如说你今天吃红烧肉，明天吃红烧肉，后天吃红烧肉，我就快吐了。哎，在大后天你看到红烧肉，你已经没法吃那么多了。对，如果你还能吃那么多，那说明你的体质非常之好，你的消化水平非常高，你才做得到。因为你的身体是几十亿年生物进化形成的智慧，它对于自己身体是非常在乎的，跟你不一样。你可能为了工作会出卖身体，为了这个生意会出卖身体，为了应酬会出卖身体，但是你的身体它存在的唯一的原则就是保护你的安全。哇，好聪明啊。那老师我想请问了，既然他那么聪明，我可以让他很聪明的帮我的皮肤弄好一点，就是说我除了健康，我皮肤还能年轻。你只要听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我怎么吃呢？首先你一定要吃很好的早餐啊，早餐里面呢，你去买得到你所有能够找到的这种好容易吃的食物，比如说营养早餐，你买一个搅拌机，然后呢每天早上加两个鸡蛋，然后呢加一个苹果，然后呢加一些这个核桃啊、板栗啊这些坚果，像我呢，我还会加小麦胚芽粉、酵母粉。反正人加的很简单啊，加一勺，就像这个调冰淇淋、调那个奶昔一样。你别瞪这么大的眼睛，这是很容易的事情。老师，我是在想，那加进去之后，加点水搅拌一下，就变成一杯奶昔了嘛。嗯，营养非常丰富嘛，几十种都在里面嘛，蛋白质充足，脂肪也充足，然后又没有垃圾食品在里面，然后维生素、矿物质来源也充足，然后你喝一杯就可以去上班了。任何年龄段都可以这么吃吗？我已经推广了十年了，好多人就为了这样一样东西感谢我，感谢到现在。真的、哦？真的。就是叔叔阿姨这个年纪也可以这么吃。这个年纪，他的消化能力基本上都弱了。嗯。加上工作时间呢，操劳的事情太多，基本上都没时间认真做早餐。嗯。而我教的这种早餐的方法呢，非常容易。嗯。哎，对于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哎呦，我每天工作太累了，我就顾不上吃。永远不要为工作来寻找伤害自己身体的借口。哎，那我可不可以在午饭的时候补呢？午饭呢，就不太可能有搅拌机了嘛。嗯。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去找营养均衡充足的快餐。好难啊！哎，我们通常以为快餐都是垃圾食品。对啊。哎，比如说什么便当啦，什么方便面啦，这些东西。汉堡包啊。汉堡包。可是其实，世界上有几样天然的快餐。您说说。第一个，水果。中午吃水果。水果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嗯。有很好的维生素、矿物质的来源。嗯。又有很好的果胶啊，这些啊，抗氧化剂啊，保护皮肤的这些很重要的抗氧化剂。然后呢，它又很方便，比如说橘子一剥开就能吃了。对。比如说这个香蕉剥开能吃了，苹果拿起来洗一下就可以吃了。然后呢，这个什么芒果啊，什么都很方便。中午就只吃水果吗？水果完了之后吃鸡蛋。又来鸡蛋啊！哎，对不起啊，那你可以找任何买得到的啊，比如说鸭蛋啊、鹅蛋啊。老师，就为什么？我不是说对蛋特别钟情，是因为它是在方便和营养之中相对容易选择的东西。如果你不要方便，你有足够的时间吃东西，那我提议你中午吃牛排。嗯。我提议你中午吃银鳕鱼。我提议你中午吃一盘虾，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做不到，你要经济，你要便宜嘛，对，对不对？很多人是白领嘛，嗯，哦，白领的意思就领的钱都是白领的，所以我们要省一点。我天天这么。
吃就白领了。然后呢，这个他就只能去挑相对性价比最高的食物嘛。嗯，我是这么去解释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吃鸡蛋呢，大家又怕胆固醇高，所以鸡蛋的价格通常涨不上去。所以相反呢，很便宜。那老师像你那么说，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要好，首先蛋白质的来源就要先从鸡蛋里面来，对不对？多吃这个。没有，鱼肉豆蛋奶都是可以的。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只是鸡蛋便宜而已。好。哎，有好多同事把蛋白跟蛋黄分开吃。没什么必要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其实蛋白有蛋白的价值，蛋黄有蛋黄的价值，营养是这个样子的，营养没有哪个东西更有价值。嗯，好像我刚才讲的蛋白质，它也不是说它是营养的全部。嗯，你要吃蛋白质，你就必须有维生素。嗯，所以你要吃蛋白质食物吃得多，你就必须多吃蔬菜水果。嗯，如果你只吃肉类，只吃鸡蛋，你不吃蔬菜水果，然后呢，你怪肉类有问题，怪鸡蛋有问题，其实不是他们有问题，而是你有了电灯泡，可是你没有电线，你没有插头，你没有它相关联的东西。所以营养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嗯，它就像我们的衣服，有布料，有线，有扣子，有拉链，你不能少任何一样东西。如果你说你的布非常好，可是你的线质量很差，那你就只能穿着一堆的这布布在天上飘了。嗯，对，你的营养它是要均衡的。是。可是皮肤呢，首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个，鼓励大家每天多喝些蔬菜水果汁。嗯。你想办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蔬菜水果变成零食。嗯。不要只是变成三餐，因为现在中国人在正餐补充的水果是远远不够的。嗯，吃的蔬菜基本上是四个人六个人吃了一盘炒青菜。对，那一盘炒青菜加起来不到一斤，总共这个几两，炒的这个干巴巴的，没有什么营养在里面。一定要学会把蔬菜水果除了主食之外，一定要把它变成零食，变成随时能吃的东西。对，这样你差不多你的皮肤的这个保养啊，就会比你啊这个正常的人至少年轻个七八岁下来。好，老师，你看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多吃您说的这些东西啊？首先呢，不要误解成说我们要多吃这个，或者多吃这个，或者多吃这个，或者多吃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是要这么吃的，这么吃的。这也太多了吧？你看哈，你去法国。它上菜的时候是分成叫做前菜，然后呢里面包括汤，然后蔬菜水果，他们没有主食，叫做主菜，后面再上了一些甜点。好，其实它的上菜结构大概总共就上六七道菜，它这样的一餐里面就涵盖这些东西。嗯，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就是食物金字塔。你一餐当中你要做到什么都不多，一个都不少。这里面每一种食物都是我们需要的，比如说谷类，它提供我们一定的能量来源、热量来源，这个完整的谷物呢又有一定的纤维，这些呢提供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啊，尤其是甘蓝、还有菠菜、还有卷心菜这几类，还有花椰菜，都是很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抗氧化，就是抗衰老、保护皮肤的很重要的食物营养。对，啊，蓝莓呢也是在食物当中可以说是抗氧化等级最高的。它含维 E 哈。它含有的不只是维 E， 它含有很多的这种叫做植物化学因子。里面有包括比如说这个硫辛酸啦这一类的养分在里面。在这一类的这个瓜果里面呢都有，比如说葡萄里面也有这种东西。然后呢，葡萄酒也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抗氧化作用，好，鱼类呢主要是提供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来源，好，那这个其实是个结构。人类之所以是杂食动物，就是说我们保护自己，除了保护自己的皮肤肌肉，还要保护自己的特别的智商，所以它需要有很丰富的食物结构，才能完成整个跟别的动物不一样的这种食物构成。我知道老师的意思，就是除了要美丽年轻皮肤好之外，还要跟智慧并存。对，有很多人都误以为皮肤好代表身体好。嗯，其实有很多手脚冰冷的人，皮肤都是看过去不错的。
那只是看上去不错啊。因为什么它皮肤会好？是因为呢，它血液送不到皮肤这里，皮肤缺血，结果看过去变得白白的。哦。啊，人家都误以为它皮肤好。然后呢，另外呢，由于它的这个血液的这个量不够，所以它皮肤没有办法有排毒能力。所以皮肤就变成不会排出毒素，这样的话呢，皮肤看过去也很好。其实这种好呢是病态的，皮肤呢，毕竟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次要的保护器官，它是用保护我们内脏的，所以皮肤好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对于身体来讲，皮肤是属于附属的，保护作用的，心脏好、肝脏好、肾脏好，它才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皮肤好。那皮肤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保护系统。好，所以你应该倒过来是里面很好，顺便皮肤很好，这才是非常好的。对对对。哎，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些是要多吃。那像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多吃不是这样子多吃，是这样子多吃，就全天都要吃哈。记住了，是这样吃。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说我今天有吃蔬菜，对不起，你有吃蔬菜，可是你没有吃肉类，不行，你一定要有。好，那这个刚才有一个女性说，我就吃的清淡一点，我就吃的素一点，皮肤就会好一点，不可能。哎，其实这是个肯定是个错的。广东一带的女性，包括香港，其实吃的都很清淡了。对。好，连同福建人都是一样，在习惯上都是很清淡。那你觉得广东人的皮肤好？我觉得不错呢。我觉得还可以啊。我所看到的大部分的广东人皮肤都不好。啊，你是觉得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清淡，他们是相当清淡。黄是吗？你看他们清淡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算算看。大部分讲要吃清淡的人，他会怎么吃东西？第一，少在餐桌上，他实际上吃不了太多的蔬菜，比如说花椰菜，我炒一盘你自己一个人吃完，不要，对吧？所以你一餐根本就不能吃不到一盘蔬菜，所以你的蔬菜供应量是完全不够的。一个人最起码一天要吃4盘以上的蔬菜，可是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讲，根本从来都没有做到过。对，所以那些所谓吃清淡的人，讲给别人听，别人听起来以为他吃蔬菜，以为他吃水果，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他是几个人一人吃了几根而已。是不是阿姨们？对不对？所谓吃清淡就是不吃油，不吃油你怎么会有皮肤呢？你这皮从何而来呢？皮肤最重要就是皮肤表层有一层油脂，没有这层油脂，所有的皮都会坏掉。所以你为什么保护皮鞋一定要擦油？因为擦油才能保护皮肤啊。那我也擦护肤乳啊。对，护肤乳是外来的，你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擦的。你的睡觉的时候你是暴露在那里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你要靠你的皮肤自己来保护自己，对不对？那才是真皮嘛。对，你擦的那个毕竟是身外之物嘛。你会发现北方人相对来讲，那个女性长起来身材啊，什么个子又高啊，然后身材相对也比较棒，然后皮肤一般都比较好，像青岛啊、大连啊，对都很明显。又白为什么？因为他们吃了很多的海产品，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吃饭前经常吃生的菜，生的胡萝卜、黄瓜，你没有发现北方人就是这么吃的？然后吃大蒜啊，都是吃生的蔬菜，里面含有很多的微量的维生素、矿物质，不像炒的菜被破坏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北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肉吃的比南方人多。所以相对而言，他的整个这个身体的长相就长得很完整，结构完整。不像广东人相对比较浓缩一点。还说南方天热呀，我吃太多肉其实吃不下去的。吃不下去是你的问题，你要提升你吃下去的能力。其实呢，小孩子吃不下去东西，你要想方设法的把食物做得好吃，做得容易吃，让他吃得下，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吃不下去肉怎么办？他把肉切成肉碎，这样就很容易吃了。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把肉变成狮子头，变成肉丸子，大家都很爱吃。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咀嚼肉的这个过程所消耗的体能减少了，就不用了，这样它就可以吞下去。还有吃蔬菜好像也是这样，给它打成汁儿吧，就吃的多。其实现代人不得不想方设法使用搅拌机和榨汁机了。
因为你没时间用你的胃去搅拌了，你没有时间用你的牙齿去榨汁了，所以呢，你不得不借助现代工具帮你榨汁，帮你搅拌，减少这道工序所消耗的时间。嗯，所以我觉得呢，对于现代人来讲，好的搅拌机和榨汁机真的是哦，家庭必备，非常有用。嗯，哎，你几斤的蔬菜吃不下去，可是你榨成汁的时候一杯啊，就算难喝也一口喝完了嘛。顺便还补水了，对，又补水又补维生素又补矿物，其实这是保护皮肤的最大的一个技巧。学起来，真的。老师，那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皮肤的这个质感、光泽啊、白啊、透啊，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发现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好像皮肤白的人，还是一些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容易长斑。嗯，这个也是老的一个现象啊。嗯，其实老化呢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了，严格来讲，叫做皮肤出问题了嘛。嗯，不一定说老了才出问题，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具备出问题的条件，那你在20岁就老了。20岁就可能老掉。对啊，你的材料不好，很快就坏了嘛。那长斑是就像一个房子，有些房子盖起来50年都如新，嗯，可是有些房子盖起来10年就很老，用的材料太差了。嗯，皮肤长斑最关键的就是缺油。缺油？对啊，有油的人谁长斑啊？有油的人不长斑吗？对啊，你看男人很少长斑的吧？男人也有吧？很少，我有见过。我说的是很少，你不要跟我说也有。哦，但是也有了，也有、也有男人他像女人一样。啊、那老师，长斑到底是为什么吗？就是缺油啊，油它是一个隔热层。嗯，它可以隔阳光、紫外线、隔灰尘、隔细菌、隔病毒，就是这层膜。你吹过肥皂泡没有？吹过。肥皂泡在天空中飘的时候，你发现几个现象。第一个，那么薄的一层油，就可以让它在空，说明它很有弹性。嗯，保护皮肤的弹性。第二层，有这层膜，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脏东西都进不去？对啊，里面是隔开的。对，所以有这层油，你里面的真正的皮，真皮才不会受损。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油来隔离那些垃圾啊、紫外线，那么你身体就不会长斑。为什么？因为长斑是有好处的。长斑还有好处？对啊，我第一次听说。你出门有没有打过阳伞？偶尔有。防晒，防晒是不是打个阳伞？有。那个阳伞是不是黑啊啊什么用来遮住，对不对？对。啊，为什么要打个阳伞？因为防止紫外线照射你的皮肤，对不对？是啊，怕晒黑，怕晒伤。你的那个斑就是你的身体帮你打的阳伞，可是不好看啊。你的那个斑是你的身体发现你没油，阳光紫外线正在伤害下面的细胞，会导致细胞的病变，它就会把黑色素调集到这个区来帮你遮挡，来阻止对下面组织的破坏。哦，这是黑色素的作用。为什么非洲的人大部分黑黑的？要有很多的黑色素，因为没有这么多的黑色素，非洲的阳光足以把它们晒得全部癌变。嗯 ，OK， 所以这个黑色素是身体的一种功能。所以长斑不管男女老幼都是缺油，都是缺油。有没有一种讲究说斑长在哪里是哪里有问题，还是就是哪个？在不同的地区对油的这个利用会有不同。比如说斑长在这个区呢，我们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区。主要就是内分泌上出问题。如果这个人是比如说怀孕流产，流产好几次，他这个地方的斑就会比别人多，比较细密。这里哦。哎，在这个区。如果是到颧骨这个地方了啊，如果是在这个区，就比较大块了。哎，比较大块的，这个通常是肝脏受损了。肝脏受损。对，肝脏受损，肝脏代谢出问题。如果这个人有乙肝、大三阳、小三阳，有肝脏方面的疾病，这个地方就很容易长斑。熬夜也是比较容易长这里的斑。哦。嗯。啊。熬夜伤肝嘛。对对对对。好。然后如果斑长到鼻头这里来了。哎，有哎。哎。长到鼻头这里来呢，这个人就有可能会出现叫比较大的、重大的身体病变。这里会有重大身体病变哎。对，而且呢，表示这个人的情绪障碍比较大，忧虑。对，然后呢，有一些是长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斑，这个地方的斑，啊，这两颊这个地方的斑，那么长在这个地方的斑呢，基本上都是代表胃肠道的问题，尤其是胆汁分泌有问题。这个斑不光是遮阳伞，它有些时候是一种情绪表。
它在这里长，就代表这个系统的脂肪代谢有问题。哦，在这里长，就代表这个系统的脂肪代谢有问题。因为你的脂肪呢，是全身都需要的，但是你材料不够的时候，只好怎么办？只好就不是，只好就把这个重要的脂肪用来保护最重要的器官。嗯，那些比较稍微次要一点的器官就分配就不够了。就像领导多拿一点，这个士兵就少拿一点。所以，我们仔细看一看，如果班长在哪里，想一想你的那个部门可能好久没有发工资了。对对对，好久没发工资，薪水发的不够。所以我们这个脂肪量其实是要够的，对不对？对，所以优质的脂肪呢，你可以来自于橄榄油、月见草油、核桃油、亚麻籽油、葡萄籽油，这些都是天然的很好的植物油。你看，我们讲一个最受人批评的油，但是其实非常好的油，就是猪油。哎，你知道8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呢、全中国都吃猪油。猪油拌饭还有，哎，猪油拌饭、猪油拌面，然后实在找不到拌的，一般人就自己含在嘴里直接吃猪油，太重口味了，对不对？80年代，凡是在我那个年代，我是68年出生的，在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过这种日子的。你发现那个时代的中国很少有心血管疾病的，也对哦，而且很多人的皮肤都非常好，很少有这么多皮肤问题的。其实油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好，那啊，可是很多人因为猪油是说它是饱和脂肪啊，然后就排斥它。其实猪油是既含有饱和脂肪，也含有不饱和脂肪，而且猪油的饱和脂肪在炒菜的时候还有特别的好处，因为它是饱和的，所以它怎么炒、怎么高温，它是饱和的，它不会变异，反而它的油是很稳定的，不会造成身体的危害。所以我鼓励现在的很多的家人，你们重新拿回猪油，因为现在大家不敢吃它，所以它很便宜。你去外面买那个猪油油榜油啊，很便宜，你买回来自己弄油，又不用担心外面的工业乱加东西，自己回到我们80年代以前啊，那种生活，你会发现猪油炒的菜可香了。老师，那除了比如说是长斑啊，皮肤不够白啊，比如说松弛啊或者怎么样，很多人说我要补水嘛，多喝点 水，有没有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到？有的，我接下来就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喝水来帮助你越来越年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好，又到了让您益智健脑的金龙鱼海洋鱼油调和油赞助播出的天天健康天天有礼的环节当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问一下老师了，您刚才说的方法是什么？首先呢，在讲方法之前，我们要清楚水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来看植物是不是非常需要水。对对，可是你会发现下雨天的时候呢，树叶上沾满了水，可是那些树叶为什么不吸收水呢？那不干树叶事儿吧，靠根去吸收水嘛。对，为什么非要从根部吸收呢？因为根部那里有土壤，土壤里面有营养，土壤中的营养要溶解于水中，通过水这个载体送往树的每一个枝叶。所以水实际上是用来溶解营养的，这叫水溶性的营养，能够通过水送达全身各处。所以如果你补充了水不补充营养，等于来了很多的空车，那些难民在那等车子过来，上面没东西。那老师，那我要皮肤好，我到底是像您这么讲的话要怎么喝？大量的喝蔬菜水果汁，把它当水喝，然后减少喝水。那不是说水不好，其实你在沙漠上口渴了，你当然得喝水， 对不对？可是你并不是在沙漠上，你有权选择更均衡、性价比更高的喝法。是，而且这些蔬菜营养液呢，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清除体内的毒素，又可以帮助你作为一种很好的食物营养的来源。然后它又没有任何的对身体有害的东西存在，所以喝多少进去，基本上全部有用，没有什么东西是多出来的。这种对身体又没负担，营养又均衡，又有大量的抗氧化剂、抗衰老的营养物质在里面的，这是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的天赐的好东西。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提醒我们今天5位幸运观众朋友，您的号码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您将会获得由金龙鱼送出的让您益智健脑的海洋鱼油调和油一瓶，恭喜各位了。我们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啦，各位。